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喵喵。2021年的1月到3月呢，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活动。其实这个活动是我一直跟公司争取，就是希望可以办这个活动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活动呢，可以帮助到很多很多的人。好，就是我当初啊，我自己啊，会开始就是成为一个经营者。其实也是那时候公司有办一个类似这样子的活动，然后我就觉得，哎，好像不难哎，那我来试试看。然后呢，想不到试了就发现，哎呦，还真的不难。然后呢，我就越来越有信心，然后又就是经营得越来越好。所以呢，我觉得这个活动呢，大家一定要去正视它，然后呢，把它的规则搞清楚，然后呢，努力的去拿到每一个可以拿到的奖品。好，所以我现在就是要跟大家说明。它呢是在1月到3月，那它的计分方式就是这样子的。最重要的就是，首先你自己的账号要满125 PV，这是最重要的哦，一定记得哦，自己要125。OK，再来呢，如何获得分数？只要呢你介绍一个新会员加入，OK，他呢只要满100 PV，不管是6500的精油组，或者是他是任选100 PV 都可以，你就会获得一分。那如何呢？可以再多获得一分呢？就是如果这一个新会员他有加开125，就可以再多获得一分。所以表示什么呢？就是如果这个新会员他加入的时候是买到225 PV，那我们就会又再获得一分。OK，所以新会员买到225 PV，等于我们就2分了哦。然后再来呢？最下面这个可以多获得2分，这个是从下个月开始，就是假设说你1月加入的这个新会员，他有开125嘛，然后呢，他在2月的时候，他又有维持他的这个125，那你在2月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多获得2分，所以呢，就是比方说你上个月的新会员，如果在下个月有维持125，会多获得2分。OK，好，这个规则大概清楚了。那我们来再讲更详细的，就是你看哦，这个赠品呢都是每一个月给我们的，所以很简单。如果1月我们有4分，我们就可以获得罗纹沙叶，罗纹沙叶是美丹的精油，它非常的好用。怎么用？大家自己去查哈，感冒啊什么都可以用。然后呢，要怎样可以获得四分？最简单的就是，我们只要在1月介绍2个新会员加入，并且他们都是除了基本组又有加开125，等于总共225 PV，我们就一个会员就有2分了嘛，两个是不是就4分了？所以2个新会员各买225 PV，我们就会获得这一罐罗纹沙叶的精油，OK？那下一个是十分，十分的赠品超好的，十分呢可以获得一罐内在小孩，然后呢还会有一个很可爱的猫头鹰的精油套。十分怎么获得？简单，就是只要加5个新会员，他们都是买225 PV，那是不是就会有52，就等于10分了？OK，那有的人会说，哎，可是我如果我的新会员他没有买225 PV，那会怎么样呢？假设你介绍的每一个会员都只有买6500的精油组，那你是不是就一分？那简单的讲，就是你介绍4个新会员，你也会有4分啊。那如果你每个都是买100 PV 的，那你就是介绍10个新会员也会有10分，好吗？然后再来，它还有一个特别加码理由，就是当月前10名高分的，还会再特别送一罐财政哎，跟喷那个香氛喷雾哎，财政是现在已经买不到了好吗？招财精油里面超级好用的一罐精油，居然有送这一罐。那我预估啦，如果你想要在前10名啊，你就把目标放在当月15分好了，我觉得应该就会有在前10名里面，我觉得应该会，肯定会啦。OK，好，然后呢，2月份又重新，他又要重新送你东西了。那2月一样啊，如果你加2个新会员都225，一样就会有4分了。然后5个新会员都225，一样会有10分。但是2月呢，还有一个非常好的，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，如果呢你在1月加入的新会员，他就是已经买225 PV 加入的，他只要在2月有继续维持125，你就可以得2分嘛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即便你2月啊，
你都没有新会员，可是你一月有两个新会员，他们都有开一样一二五，那你一样会有四分呢，就是上个月的两个新会员有维持一二五的一样，就会有四分。所以这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一月其实非常重要，因为一月呢就是大家的利基点，你一月加的会员越多，你最后去累积的那个加总的分数就越多哎，然后呢，所以一月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月。然后二月呢，如果你又有新会员，然后你的旧会员又维持，你的分数就超多的。三月呢，又有新会员，旧会员又维持，那你的分数累积上去更是不得了哦。好的，然后再来呢，就是除了刚刚那个，我觉得刚刚已经超好的，因为那个就是你都不用跟别人比赛，你只要自己的分数达到，就会送你礼物。我最爱这一种的，就是只要跟自己比，不用去跟别人比，就是只要自己有达到分数，就可以有赠品，超好的。另外呢，三个月都结束了之后，它还会有一个分数加总的比赛。三个月分数加总起来的前三名又会额外送超好的精油，第一名呢送10斤，哇，这一组超棒的，就要$200多了。然后呢送一个很实用的精油木架，另外呢有送神圣乳香，还有送神圣檀香，价值总共17000多，哎，这是第一名。第二名的话呢，就是有宁夏红啊、胶原亮肤饮啊，还有什么美士特啊、鱼油，好、哦、一些我们非常好的营养品，全部送给你们。第三名呢，就是有盗贼的奖励套组，还有宁夏红2罐，这个也是超棒的。好的，然后呢，我预估啦，要怎么样可以第一名，大家就目标放在前三名啦，大家就把目标放在60分以上吧，我觉得应该就非常有机会可以进入前三名。好，这个就是一到三月非常非常赞的活动，大家呢赶快把这个活动的规则写在你们的记事本里面，然后呢，目标就是把每一个可以拿到的奖励都把它拿到，因为这样子呢，你们就是不断的在往你们的目标前进了。然后这件事情啊，绝对不能只有你们知道，因为这个呢，一定是大家双赢的。这个奖励呢，绝对不会说啊，我拿到了，别人都就拿不到，没有哦，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拿到哦。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活动告诉你们的每一个会员，让他们知道，让他们知道他们都有机会可以额外去拿到这些赠品，然后呢，我们就是大家一起把赠品拿好拿满 ，OK？ 好哟，谢谢大家，有任何的问题呢，欢迎告诉我，拜拜。